有呢首歌啦，跟住就揾啊，究竟边个填词啦，跟住 Cow 叔就俾咗几个 option 我啦。但第一个名已经系 Serenity 嚟。仲有咩其他人啊？我唔记得啦，其他人我都睇唔到，我净系见到 Serenity。OK， 第一个 OK， 唔使拣其他啦。OK，OK。一开始系有听你歌先嘅，跟住就再去了解啊，呢个佢系一个点样嘅人，跟住又真系同你见面嘅时候，你又好。成日都散发住一个好好嘅正能量咁，好好即系好令人好开心。因为佢咧系好 I 噶嘛，好 introvert 噶嘛，你应该系。佢其实见到我唔系好敢同我讲嘢嘅，所以我都唔系好敢揾佢讲嘢，因为佢系个文静，我惊吓亲佢嘅。但系佢系特别系阴嘴笑嘅望住我，唔知想点。今次写呢个词咧，系其实 Jeremy 俾咗个好简单嘅，系啊嘅 write up。其实我嗰时系谂紧系，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负能量啦，有好多唔好嘅人或者唔好嘅事情，成日都会发生喺我哋身边啦。我哋可能冇办法去改变佢，我哋只可以避开佢或者系 ignore 佢哋。我就系谂住点样去 ignore， 教大家要学习点样 ignore 呢啲事情啦。咁所以去到你度嗰时，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你好像赋予了这一首歌一个形象，本尊的形象，就好像令到我高大上了，即是好像突然间哇变得很 fancy 这样，所以是很多谢他。那为什么无啦啦想找你唱埋呢？就是因为那天呢你不是来客串的，跟住其实那天 Serenity 很好的，他来客串之余还教我怎样去唱你那份词的。因为佢有佢自己嘅一啲嘅 idea 喺入边啦，啊究竟点解要咁样写啊？有啲咩语气要摆入去啊？咁佢即场又教我，跟住听到哇，佢唱得好好听，我就觉得好好听，唔得，真系要同佢合唱。因为佢哋一开始同我讲话合唱版本，我都话啊，其实几得意喎。咁我又谂一个男女合唱版本点样可以有个新颖嘅感觉，多过系我唔想就咁和音喎，咁好似冇乜个意思咯。跟住我就加咗好多啲自己嘅 melody 啦，有啲好似 answer back 嘅嘢啦。而家听起上嚟系似一个新嘅作品，多过系原本嘅作品。因为我哋原本个 MV 我去客串咧，我就自己乱噏就话自己喺楼下嗰、那个住楼下嗰个女人，跟住咧呢个 MV 咧就想一个故事嘅延续，系咪就系佢落咗嚟楼下一齐唱歌？咁就谂一个着咗个绿色丝绒衫嘅女人翻咗屋换衫，换咩衫？换衫仲豪华咗，平时喺屋企着到咁嘅。好 casual， 呢个系 T 恤质地嘅，但系。个人咧就有个气质，就着起上嚟靓，即好似你咁一个王子嘅气质，着出嚟就系即系好靓咯。呢啲恤衫啊，我谂我就咁着普通白色恤衫唔系咁噶啦，系咪啊？我哋搵次试下，我就咁两个人着白色恤衫出现。